Hello， 萨瓦迪卡，我是丁丁，泰国艺术大学毕业季。今天丁丁在喜拉巴关大学参加外甥的毕业典礼。喜拉巴关泰国艺术大学和丁丁前阵子去的马西龙大学一样，是泰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之一。在泰国，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，都十分重视毕业典礼。毕业当天，毕业生会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观礼。通常家里直系亲属不管多忙，都会手捧鲜花或礼物盛装出席。这阵仗啊，都快赶上我们国内的婚礼了。美丽的回忆总需要相片来记录，合影环节啊必不可少。ขอ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ยินดีด้วยค่ะขอบคุณค่ะ放眼望去，四周满是合影的学生和家属，每个人都咧开了嘴，祝福着，拥抱着。啊，好怀念自己的校园时光呢。眼前的一幕幕让我联想到多年以后宝宝们的毕业典礼，不禁的有点感动。妹妹，你以后想读哪一所大学啊？你要想学什么？我们一起商量好不好？你学什么专业？妈咪要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哦，到时候留个好位置给我哦，好吗？ Give me five， give me five， 说定了。有期待便是有了用力生活的希望。这就是以前我刚到泰国的时候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，无论是夜市还是地摊，只要他们撤摊以后，你再回去找那个痕迹是绝对没有的，没有一点点垃圾和油腻或者是脏东西。